什么大夫？你不在营地待着，跑到工地来干什么呀？看看你们工作的环境，对了解病因有好处。啊？对了解病因有好处。哦。那是谁？三班班长，到！赶紧带小部队伍去参观一下。是。二班班长，到！带领家属们继续干活。是。 看什么看？别看了，人大夫是来看望你们的，不是你们看望大夫的。等会儿，算了，把衣服脱一件给我，不就一件背心儿？ 那就穿背心儿，你往背心上偷是窟窿，窟窿怎么了？虚荣心。傅连长，还好有你们带着我，要不然我还真不敢进这个隧道，瘆得慌。小穆大夫，再多参观一下呀，我上去一趟。 事先申请，批准了才能下来，哪能这样随便闯进来？那莫大夫来了之后，他也没跟任何人打招呼的哟，瞧他那样，哪像是下工地的，又是短裙又是高跟鞋。穆连长，你跟着我干嘛？快坐一面去！不，高跟鞋怎么了？短裙怎么了？不耽误跑不耽误跳的，我的速度也不比你慢啊！ 活该！谢谢。这路上坑坑洼洼，不穿高跟鞋也容易摔跤。 小心扎着脚！不会的，我习惯了，从小就光着脚走路。为什么？重庆热啊！我在嘉陵江边长大的，都是石头摊子，多伤鞋啊！我一个夏天走下来，可以省2.5块钱呢。为什么2.5块啊？这你都不知道啊？一双塑料鞋，2.5块钱。 Thank you.
平时应该什么样啊？反正不是你这样。你怎么会想起来学医呢？就是没想才学医啊。我爸就是医生，还给首长看过病，所以他们都认为我应该学医。可能我真的没什么医生样，他们说我走后门，那可真是胡扯。我考军医大的时候分可高了。是吗？把妈字去掉，也许我天生就是干这个的料。再见，穆连长。听说小莫大夫明天就走了，啊？他这是要把歌全部唱完了再走啊？连长，连部来电话了，什么？连
班马上清点人数，不准一个人擅自离开。我马上回去。看清是什么？啊？我就看清一张大白脸，两个眼睛黑黑的。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大白脸，大白脸，他就在窗户上，我都叫了，他还在窗户上扒着。后来我拿手电筒一照，他才跑的，吓死我了！那张脸，第一桌就想站起来，这人是谁？这是怎么来的？不知道，这个又来了吗？不是，意思是第一桌就想站起来。集合，排长，快快快！你们几个先回帐篷吧。小莫大夫，你别害怕，这件事情我一定要他们查清楚。赵传奇，再见！看，放手！一、二、三、三、五、六、七、八、九、十。各排清查人数。报告连长，除了值夜班的，一排到齐。报告连长，二排到齐。报告连长，三排到齐。咱们连里出了个败类，我现在还不知道这个败类是谁，心里怎么想的，是不是觉得这个败类糟蹋了我们连的先进称号，把我们全连指战员的脸上抹了大粪。再过几个月，铁道兵就要在全军建制上消失了，铁道兵的历史就要结束了，这个败类在我们铁道兵的光荣历史上也抹下了肮脏的一笔。你们能允许这个败类混在你们中间不能？不会。那好，现在各排各班清查人数，事件发生的当口，谁不在营房里睡觉，一分钟找不出这个败类，我们全连的人就要为他承受一分钟的嫌疑，明白吗？明白。穆连长，作为医疗小组的负责人，我请你务必把这件事情查清楚。对不起，都怪我，是我不该挽留你。你要是按照自己的计划，今天早上你都已经走了，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了。你这话说的不对啊，我走了是没事儿了，那他们呢？你能保证没有人偷看他们吗？什么叫我走了就没事儿了？
前几天我们洗澡的时候都是在熄灯前，如果有人想要偷看，不是更方便？你说这话可没有证据啊。今天不是证据吗？这算什么证据？你还要什么样的证据？就凭一个手电筒，你能看清楚外边的人？我当时就站在这儿，那个人爬上窗户，是不是一眼就能看见我？我的问题是，你怎么看得见他？魏连长，你是在怀疑我吗？怀疑我编瞎话？我为什么要编这种瞎话？我愿意发生这样的事儿。从这里看出去，窗外边是暗的，如果没有直射光打过去，明处的人是看不见暗处的。他们就是看见了。可我就是想搞清楚，你到底是怎么看见的？袒护你的战士。不能这么袒护吧？穆连长，你看啊，现在从这个窗户看上去，月光是被云彩挡着的，那么会不会当时小穆大夫是就着月光看到外面那个人的？穆连长，我再向您描述一遍，我当时就站在这里洗澡，我听见了响动，我就抬头看见窗户上有一张脸，我就叫了起来，他还是没有动，我就拿手电筒照他，看见手电筒的光，他才跑的。排都检查了没有？报告连长，一排有三个战士离开营房，干嘛去了？一个说是上茅房，另外两个说是和老兄打牌。二排，报告连长，二排没有任何人离开过营房。三排，报告连长，各班都已经检查过了，在熄灯之后，一共有七个战士没有在营房里。什么？
你们三排搞什么名堂？啊！一个女人唱歌，能请人出去听？想听女人唱歌，大喇叭里边听去。他们说营房里太热，睡不着，所以去外面乘凉了。报告连长，连炊事班的人也都不在营房，都在外面乘凉。全部都给我把名字记下来，上交连部。是。现在记啊。是。现在都去给我睡觉，明天按时出操上班。是。现场遗留下来的脚印是38码胶鞋留下的，大概是去年发的，鞋底有些磨损。你们中间谁穿38码鞋呀？报告，我。你穿38码鞋？是。现在解散。中午之前，把你们鞋的材料交给各班班长。好，解散。全组走。全组走。你怎么回事？报告，我不会写材料。那这样，你先回班里，待会儿王文书去找你，写个口录。啥叫口录？就是你说他写。明白了吗？是。机器怎么都停了？人呢？连长，又有三个人病了，有一些去蹲茅房去了，还有一些去给董向前调停去了。科长跟我们说，不让任何人进去。我他妈是任何人吗？各排本来就没剩几个活人了，还在这糟蹋我的劳动力。滚！连长，大老爷们，你瞅瞅我啥？连长。饭吃了，吃不下。我问你，你干了那混账事没有？我没干那事。那你干嘛要罚自己一顿饭？去了。
儿能开慢一点吗？开了30迈，你晕车啊？啊。走啊！谁他奶奶让你锁门的？对不住连长，保卫科长跟我们说，不让我们放走任何流氓嫌疑犯。作业面已经瘫痪了，现在只剩一个疯子在转。我不管他是什么嫌疑人，他现在就是我的疯子手。把门给我开开。报告连长，我们没有钥匙。要不，您自己跟他说去。吃里扒外的东西。王姐，你敢不敢跟我爬过去？敢不敢就这么高？我腿伤了。是，踩着我腿，快踩这上来。我腿疼，爬不了。我扶你一把呀。连长，我上回没跟你说实话，我这腿被砸折了，我是从团部医院偷跑回来的。放心的话，就知道盯着他。哎，没大事，晚上辛苦他，盯着他。是。陈科长，顾连长，路上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毕竟是因我而起的。作为当事人，在事情没能了结之前。不能离开。你们调查，人我要先带走。你去工地盯住了，别让嫌疑人溜掉。是。方连长，全部点人了。里面还有人吗？没有了，团长。好，隐蔽，快！大家隐蔽好了，马上准备爆破！快，来，把风挡拿出来。董向前不是嫌疑人，你怎么知道？我帮你侦查过了。我让他去翻墙，他根本就爬不上去。这更说明他狡猾呀。说明什么呀？前两天他的腿受伤了，
小腿腿骨骨折，上着甲板，他得忍着疼痛才能勉强行走。再说了，就算他的腿没有受伤，爬那么高的窗户也是相对困难的，他只有1.58米。科长，这些话您都问我很多遍了，但是那天晚上真的很黑，我没有看得那么清楚。那天你到底在什么位置？你再仔细回忆回忆。我当时就站在这个位置。干的最多好吗？你不还拉稀了吗？哎，焦总，你这身高你也看不着啊。回村里碰上你爹妈，我就跟他们说，你儿子要是再高半个头就看见了。十一，为什么是十一？十一，什么十一？十一炮，少了一炮。加了一炮，给我赶紧撤出去，撤出去，撤出去，给你撤，撤，加了一炮，给你给我撤出去，撤出去。走，压个茄子呀！加了一炮，走啊！小董，是不是有人吹哨了？啊！连长，撤出去！小董，紧急集合，连长叫他们回去。连长，连长，小董，小董在前面。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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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回去！连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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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从命令。
据炊事班的战士说，因为食堂里常有耗子，所以猫头鹰经常来食堂捕捉猎物。穆丽亚，你能确定是那张脸吗？我确定，就是那张脸。那看这件事情，整个就是一个误会啊。哼，没错，茉莉提供的这个情况基本可以给这件事情定性了。那好吧，我看这项调查就没有必要继续下去了。茉莉啊，真的要好好谢谢你啊。团长，您别这么说，应该是我跟战士们说对不起，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误会。叫他回去，他不回去，他还往前走啊！情况特别不好，待会你必须告诉司机，能开多快开多快。小董，小董，你别睡。
这个水壶是杜小姐的，它还是个新品。他所有的遗物都在这儿了。他不爱读书，但是他很喜欢音乐。这些东西都是他从过期的解放军歌曲杂志上。连长，我那时候是不是说错话了？大家都说他是自杀的。师部的人也在查，谁说的完全是自杀的？哎，穆连长，请你冷静一下，这件事儿我们还在调查中。你叫我怎么冷静？我的战士死了，一个烈士牺牲了，你们居然是自杀的？穆连长，是不是烈士，我们都得依据事实说话。董向前是有时间跑出来的。他的死亡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但他却没有出来，这怎么解释？怎么解释？因为他傻，为了一卷子电缆，他不要命了。他，穆连长，你说这话得有凭据。吴长生，有。我当时的确看到他停下来了，但是后来仔细一想，不对。长生，报告。找到一组电缆，董向前的确是为了抢救那人电缆牺牲的。好，知道了。报告，报告连长，团长马上到。去了。是。首席，是。师爷，命令。经调查确定，董向前同志为抢出工程电缆光荣牺牲，经上级党委研究批准，授予董向前同志革命烈士光荣称号。别贴我这么近，我又不踩你啊。车上人那么挤，我愿贴你那么近啊。
你急什么急啊你？你干嘛？这是我朋友。浪费。我不是小气啊，我一个人吃不了。越这么说越像是小气。这种冰棍就得这么吃啊。有什么呀？你还好吗？挺好的。你呢？也挺好的。这么着急撵我走，约女朋友啦？小马大夫，你别老开我玩笑。叫我茉莉。叫。茉莉。那你东西寄了吗？还没。我去看书展，你先去寄东西。两个小时以后，我们还在这儿碰头。啊？嗯。说好都住满了吧？啊！我跟你说，在山脚下，不瞒你说，就是我们家呀，还剩一间空房。一间。你们俩不是一起的吧？
天就不错了。你说你看看现在这天儿，一会儿啊就能车满，要不你们俩再想想坐不住，后边还有客人来住呢。大爷，哎，要不然这样啊，您呢先帮我们找点什么干的衣服，好，先把衣服换一下。好好好好，行行行，我给你们找去啊。谢谢。好，没事没事。你光着脚走了这么久的山路，我皮糙肉厚的，脚底下茧子老厚了，真的一点都不疼。别吹牛了，光着脚啊，山路最扎脚。我怎么吹牛了？想当初我在老虎连的时候，回去睡，真的没事儿吗？不能这么事儿。我一个人在宿舍，也不会打扰别人，也没有人找我。有人等你啊？有啊，有鬼等我。在美国呢，他不经常回来。三年没见了，就靠打电话。那今晚也会打吧？不会，我不知道。天刚好烈眼的，我他没他也没什么区别。区别。你那老提他干嘛？
没收的给我，不会违反规定吗？你没收的又没有花钱，你这人怎么那么抠门啊？这个你还留着呢？怎么可能？那个早用完了，早扔了，是我照着那个买的。说来也奇怪，我以前特别讨厌这个味儿，现在特别喜欢这个味儿。您的意大利面，谢谢。我不知道你还喜欢吃西餐。我不爱吃。那你为什么请我到这儿来吃饭？我听说你爱吃啊。听谁说的？听谁说的？你以后少在电话里说吃喝玩乐的事儿。总机班的那帮小丫头，老是爱偷听我的电话，对吧？原来洋人也吃面条啊！吃啊！服务员，拿上筷子。嗨，西餐厅得用刀叉，怎么用筷子呢？那他们员工在后面吃饭用什么？难道也像你一样，刺刀见红，肉不沾？他们也不一定吃这个洋面条，我猜。他们一定有西红柿炒鸡蛋。服务员，哎，行了吧？你以为连不吃糖呢？穆连长想要什么都有。我找你。嗯？这么洋气的玩意儿。你男朋友教你的吧？这还用谁教啊？我笨啊，教都教不会。先生，您的筷子。我是来不及教你吃意大利面了，我要走了。去美国？嗯。找你男朋友？是。也不算是。怎么说？我就是想去看看美国到底有多好。什么时候走？快了，明年开春。
开串那是来不及了。来不及叫你吃意大利面了。到底来不及什么？没有深情的告白和挽留，穆剑锋只是低着头，狼吞虎咽地吃着他面前的这盘他并不爱吃的洋面条。尴尬沉默的气氛揭示了穆剑锋对待这个消息的态度。茉莉的激将法彻底失败了，他哪知道这是赵一琴不时转告给穆剑锋的小秘密起了作用。家了吗？叔叔阿姨怎么样啊？你刚才干嘛去了？我去郊区看了个战友。你还没吃饭吧？我给你做个煎蛋吐司。不用，我不饿。让我看看。我还是喜欢你长头发的样子，以后不许剪短了，听话。我给你带了好东西。哇哦！来，试试。我们分手了。Do you like it？ 我在电话里跟你说过了，我们分手了。我跟你说，这可是意大利设计师的定制款，花了我一个月的工资呢。挺好，尺寸合适啊。还有好多东西呢，等着。你知道吗？我这次给你带了一大堆好东西。一件一件试啊！哎，啊，这件是披肩。我们能量一下吗？来，转过来我看看。看一眼，端庄。正想听你说呢，来，那你说说，你刚才干嘛去了？你刚才进门问过我了，我说过了，我去郊区看战友了。就是看一个战友啊？刚才你们在楼下依依不舍的样子，
我看见了。我的，你真是一点都没变呢。怎么可能呢？你三四年没见我了。就是说呀，三四年还那样。我真是佩服你啊，一直能保持原样。你什么意思啊？一如既往呗，张嘴就是瞎话。我说实话，你信吗？其实你根本用不着骗我去看什么老战友，出去玩就是出去玩嘛，玩是一件光明磊落的事儿。我就是光明磊落的去郊区看战友了。我不是要跟你追究什么，你追究不追究，我都是去郊区看战友了。茉莉，我接了你一通电话，我就同意跟你分手了。现在我连一句实话我都不配听。你同意跟我分手了，这个戒指是什么意思？你到底要我怎么样才知足啊？你才知足？你说。呼吸科、急诊科和内科的同事们，大家早上好。我想关于 A201 病毒造成的疫情，大家都有所了解了。就在昨晚，在距离上海市不足100公里的新区医院，又确诊了一名 A201 病毒的感染者。我们不能抱有侥幸心理。作为上海市最大的三甲医院之一，我想我们基建总医院有责任在疫情蔓延之前做出反应。莫主任的提议我是赞成的，与其等着疫情自己找上门来，不如把病毒阻截在它的发病源头上。我们接到上级通知，新港市以北省防疫站已经组织搭建了临时医院，附近病患都在往这个医院转移。将患者集中隔离治疗是抑制疫情蔓延研究治疗方案的最有效的方式，所以我已经向医院领导请愿带队支援疫区。我是呼吸科主任，这是我分内的职责，但是这次前往疫区确实有一定的危险性，所以想请问在座的各位，还有谁愿意加入这支队伍？我愿意。我愿意。我也愿意。我也愿意。我愿意。我也愿意。我也愿意。好，愿意去的同事即刻着手，随时准备出发。驻留的同事要尽快开通发热门诊，严格排查每一个疑似病例。这儿了。行了。行了。茉莉，总工的愿望，华耀的梦，我的理想，成了。你听好了，领先世界的，领先世界的。
太好了，舒教授在天有灵，可以瞑目了。在忙吗？不忙我去找你，好不好？忙，我今天特别忙，有急救。那么不巧啊，我好想你啊。你想我吗？我也很想你。莫主任，莫主任，该上车了啊。那我什么时候可以找你？我去找你吧。等我忙完了，我就去找你。莫主任，快点！那你什么时候忙完啊？他们催我了，我得先走了。穆剑锋，我在呢。我还没听你跟我说过那三个字呢。我想当面跟你说。我现在很想听。我爱你。茉莉，我爱你。我知道了。此行辛苦大家了，希望你们在工作中注意安全，盼你们早日归来。莫主任，那就拜托你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您放心吧。保重，开车吧。近距离的接触，冲锋在抗击 AR-01 最前线的医护人员也陆续出现了三例疑似病例，其中一人已出院治疗，另外两人被隔离观察。现阶段的治疗方案是由来自基建总医院的呼吸科主任莫莉医生提出并具体实施的。据现场负责人介绍，为了验证疗效，莫莉医生已经超过60个小时没有休息。
哎，茉莉啊。振峰。你怎么样？还好吧？放心吧，我没事儿。你去疫区怎么不告诉我呀？我怕说了你担心呀。你不告诉我，我才担心。我没事儿，你就老老实实等着我啊！你可千万别跑到这儿来，这是疫区，不是约会的地方，听见没有？好吧。你别骗我啊！那你也不许骗我。告诉我实话，疫区的情况是不是很严重？我看新闻说，已经有医生被感染了。但还是在控制的范围之内的。你相信我，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我相信你。你是不是累坏了呀？要注意多休息啊！一定要多休息。听到了没有？要多休息。知道了，别啰嗦了。挂了啊。这里距离疫区定点医院还有多远？啊，你看，再往前5公里就是了。谢谢啊。哎，你不能随便进去，再往前就是疫区了，任何人都有被感染的可能。那里边的生活物资怎么保障？物资是由当地部队的军人同志负责运输。那就对了，我也愿意做志愿者。新的一批感染患者送到了，赶紧送隔离区做好防护，我马上过来。明白。穆主任，你没事吧？你脸色不太好看。我就是突然被叫醒，有点心慌。走走走，赶紧过去走。抢救完以后，昨天晚上就有些征兆。隔离区还有几间病房，还有9间。
我现在就过去，这间帐篷立即封锁消毒。好，你们去准备吧。进去看看他，这里是污染区，你不放我进去。我有朋友在里边，我看完他就出来，怎么了？你让我进去，我看一下就出来，行不行？你怎么来了？你是孙大夫，莫莉主任呢？莫主任，他怎么了？莫主任他病倒了，已经确诊感染 A201病毒。你们放我进去！我是病人家属，我进去看也不行啊！我是病人家属，这里是污染区，你不能进来。你有手机没有？手机？有。把你的号码给我。手机号码。该用的药已经都用了，莫大夫能不能挺过来就看他自己了。莫莉，我知道我说的话你肯定都能听见。不许放弃，你不能倒下，你必须得起来。你是大夫，外边还有那么多人病人在等着你呢，你怎么能让自己躺在里边呢？你这是太不负责任的态度了。你对我不负责任，对你自己也不负责任。你不是要我追你吗？我追来了，你起来看看。对了，我进不去，所以我让小孙大夫拿了一个礼物给你，你睁眼看看你喜不喜欢。你睁眼看看，你可别以为这是生日礼物啊，这是我要向你求婚准备的，你听到了吗？向你求婚。我已经错过你这么多年了，你也等了我那么多年了，我可不想再等到下辈子，我等不了那么久。我现在就要娶你，现在就要娶你，你愿意吗？愿意你就回答一声你愿意啊。你要是不说话，我就当你是同意了啊。你看到那个戒指了吗？你看到那个圈圈了吗？我是用它来套住你的。套住你，你就哪儿都跑不了了。你哪儿都不许去，知道吗，茉莉？我还有好多事，好多话想要讲给你听呢。茉莉，你哪儿都不许跑，听到吗？这是命令，你哪儿都不许跑。喜欢听歌吗？有一首歌我练了好久，我本来是准备婚礼上唱给你听的，那我就现在唱给你听吧。我知道这首歌是你最喜欢的，唱得不好听你可不要介意啊。不知道未来什么，忧愁到你来找我。这位是茉莉，我们都叫她小茉莉。来你吗？小心扎着脚。会的，我习惯了，从小就惯着这样走。顾剑锋，我觉得是我一直在追你啊，我从一开始就喜欢你。你对我没有任何责任。爱上就有责任。
把周瑜的自尊心收起来。这个世界从来不在意任何人的自尊心，只在意他做出来的成绩。你做出来，这是对轻蔑、恶意最好的还击。你是你们厂的灵魂，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还自己清白，保住你们厂的荣誉，让这个厂活下去，做大做好，这才是舒教授想看见的。好好的。A2-01 病毒的日日夜夜，我们的医护人员义无反顾地战斗在危机的第一线，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关键时刻，在关乎生命安危的重大考验面前，他们表现出了崇高的职业道德、伟大的思想品质和无私的牺牲精神，向全社会展示了白衣天使们救死扶伤的良好形象，用实际行动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赞誉、敬重和信赖。请让我们记住，正是他们的顽强与拼搏，才换来了我们今天战胜病魔的希望。截至北京时间3点整，三大疫区共计322名密切接触者已全部解除隔离，164名患者的救治工作也已宣布结束。在此次对抗 AR-01 病毒的过程中，疫区最大的定点收治医院集结山海市基建总医院、山海市人民医院、山海市传染病医院的数百名医护工作者，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完成了从组建、运转到关闭的全过程，并在临床治疗中取得了重大的医疗突破。据统计，至少有115名患者在这里被救治，治愈率超过98%。我觉得郭总，我们可以继续上诉。不必了。可总公司那边怎么交代？放心吧，我已经交代过了。郭东海，你们先上车。放心吧，我不会再上诉了。你上不上诉，我都会奉陪到底。我之所以叫住你，是希望可以当面告诉你，华药不再是大象脚底下的蚂蚁，更不是任人宰割的羔羊。麻烦回去告诉你们老板，不要再玩一些阴谋诡计了。兵不厌诈的道理我不是不懂，我是不屑玩。你笑什么？哎，我笑你幼稚。但是这次我服气了。不过你的话我可能替你带不到了，因为我已经不打算在瑞克待下去了。怎么？你努力效忠的瑞克把你给开除了呀？你别误会，我离开瑞克并不是因为这次败给了你，而是因为我自己不想再在那儿待下去了。你更别高兴得太早，因为我会去一个比瑞克更强大的地方。他日商场再见，说不定咱俩还得斗个你死我活呢。你之所以会败，
是因为你找错了努力的方向。我跟我的企业都是努力把自己做到最好，做到高精尖，而不是算计谁，更不是暗下毒手。而且我猜你不会再有跟我斗的机会了。华耀经过这一劫之后就会进入快车道，再之后我们就起飞了。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寒门难出贵子。对不起，我很骄傲地告诉你，我穆剑锋还有我的小伙伴们赶上了一个寒门出贵子的黄金时代。我们抓住了这个机遇，难得的机遇。血也好，泪也好，汗也好，我们都看作是一场考试。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趟旅程我们赶上了，前途广阔，风景无限。而你呢，不过是曾经硌了一下我的石子，我一脚踢开也就过去了。可惜的是，你作为瑞克曾经的亚太代表，对中国企业做过的这些事情，在司法界、企业界还有资本界已经臭名昭著了。郭东海，你恐怕再也没有机会了。你输了，很彻底。再见了，郭总。这是谁的婚礼啊？是你的战友，你的好朋友。昨天晚上在相册上你不是都认清了吗？不记得。走。文婷姐，文婷姐。不玉，程良，你好。咱们去看看吧。大喜的日子，咱得喜庆啊！走。